从事这个训练体操的一个这个教学工作，因为看到小朋友他们课后的时间呢，这个体育的时间非常少，那所以有当初呢，我就这个学生放学后也没什么事，然后干脆从事体操训练，慢慢的来带领他们。我叫曾文俊，今天练习超累。在这里不能落掉，落掉就输了。就算不会很厉害，只要表现得很厉害的样子。